然后呢，那些鱼又吃，所以小虾米，所以我们就吃鱼，所以我们也在吃塑料。是这样。那你们觉得我们现在的垃圾处理系统是怎样的？你觉得有效吗？那刚才我们提到的有焚烧、填埋，还有一个是扔到别的国家去。那焚烧，就我看来是造成了很多空气的污染。以前我支教的那个村子里面，就是这边在上课，然后旁边就会飘过来，然后焚烧就去产生热量，然后去把这些垃圾用不同的方式，以最政府。政府他们被开始让垃圾放。星期一，星期二，星期三。什么？这个污染。塑料的用品，而且很多是一次性的，这种垃圾的产生是很多是不必要的。除了从源头产生的垃圾，制造垃圾的总量可以提高我们刚才所说的垃圾处理方法的效率。比如说，
如果说现在的垃圾分类你觉得没有用，也许是现在的技术手段还不够，必须要人工的分类。那也许将来有人工智能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话，会加倍。可以期待一下科技的创新在这个问题上带来一些什么改变。嗯，那有很多人都会说大部分人其实是懒惰的环保主义者，那你们怎么看呢？我以前也听过这个说法，是一个外国的教授说的，就是当环保这个事儿不会给你带来太多麻烦的时候，甚至它是很方便的时候，我们是愿意做的。但是如果环保是一件很费劲的事情，那人们就不愿意做。好像我觉得是真的是这样。其实人一旦懒惰起来，很多事就会变得很容易，就会因为很多其实现在不是说就是很多发明都是懒人创造的，说就是。因为他们懒了之后，他们会想去如何提高效率，所以说提高效率这一个过程中，他们会发明很多奇思妙想的东西。所以你想说的是，因为懒惰的环保主义，说不定可以产生更有效的、产生更有效的一些减少垃圾的方式啊，处理垃圾方式啊等等。比如说之前我一个十几岁的一个少年，他不是，就是我刚刚跟青野在分享的一个新闻，就是他制造了一个 collector 上的一个收集器，在放到海上。他可以自己把那个垃圾收集起来，然后他靠的那一个收集器都已经赚了很多钱。嗯，他不是一个盈利的公司，他应该是做 NGO 的。他是做 NGO 的话，反正应该其他会有一个，我记得反正他是有一个赚的。这种东西造多点会很好，海洋垃圾的减少。但他也考虑到回收问题，因为他飘上去，飘到海洋里去，他有时候。要是靠浪回到岸边啊，回到岸边。因为一般的垃圾收集器，它其实是要靠能源驱动的。它那个发明的好的地方在于，它应该是用浪的，就是洋流自身运动，就海浪的那个提供的能量来驱动那个收集器。所以它是用环保的方式来减少垃圾，但是能做到这一点的方式很少。所以这么看来，懒惰本身没关系，只要找到，这样会找到更有效的方法。我们应该牺牲自己的方便去环保，因为我认为环境是比我们方便更有重视，因为我们是住在这地球的人，如果我们不能保护这个地球，我们就会灭绝。好，下次上。谢谢大家观看本期节目，下期再会。